就是站在这次亚运会的马拉松起点吧，就是想为中国争取一枚奖牌。那么这次真的做到，我竞技生涯十年，这一次就是做到了。从11分30一下提到8分10秒，我们从冬训的时候就开始训练上就有创新和突破，进行大运动员训练。所以呢，训练就有了很大的突破。他第一场比赛就在深圳，在无锡就表现出来。